如果按方位分，则东、西、南、北每方各有八天，四方三十二天之上，上有第三十三天，三清天，而三十三天外，则是指三清天外的大罗天。https://www.newton.com/wiki 中文名三十三天，外文名 Tavatimsa， 源于道家、佛家。定义：宇宙分位三十六天，道家三十六天。详解：在道教观念中，按高低层次，宇宙分位三十六天，上为三清三净，即使气位愈清净，元气位上清净，玄气位太清净，又以三清之气各生三气，合成九气，而为九天。第一玉丹天，第二上神兽无量寿天，第三梵蓝须炎天，第四寂然兜率天，第五波罗尼密布乔勒天，第六洞玄化应身天，第七灵化梵辅天，第八高须清明天，第九无想无碍天。此之九天各生三气，每气为一天，合二十七天，通此九天为三十六天，则三界四明上及三清是其数也。初夏六天为欲界，一太皇天，二太明天，三清明天，四玄胎天，五玄明天，六七曜天，四一十八天为色界，一虚无天，二太极天，三赤明天，四荣华天，五耀朗天，六皇家天，七灵明天，八端净天，九光明天，十吉遥天，十一元载天，十二太安天，十三吉讽天，十四始皇天，十五太皇天，十六无私天，十七软乐天，十八坛室天，四四天为无色界，一宵庆天，二圆同天，三妙成天，四净上天，此二十八天名为三界，此上又四天名为众人天，一长荣天，二玉龙天，三梵度天，四甲一天，此四天超出三界。又云上三天为三清净，一曰太赤天，二曰雨余天，三曰清为天，最上曰大罗天，包罗诸天极高无上，玄都玉经镇于其上，三尊所处焉。又太霄引书云，大道君至在五十五众无极大罗天中玉经之时，七宝玄台金灵玉姬金童玉女之所侍卫，住居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，欲界六天，此界之中有色，形色可见，有欲念，人民男女交接，胎生后代。一太皇皇层天，二太明玉丸天，三清明和同天，四玄胎平玉天，五元明文举天，六七曜摩夷天。色界十八天，此界之中有色无情欲，男女不交接，人民直接由气化身。七虚无月恒天，八太极蒙一天，九赤明和阳天，十玄明宫华天，十一耀明宗飘天，十二竹落皇家天，十三虚明唐耀天，十四官明端净天，十五玄明恭庆天，十六太幻极遥天，十七元载孔升天，十八太安黄牙天，十九显定极讽天，二十始皇笑芒天，二十一太皇翁重天，
二十二，无私江油天。二十三，上蝶软乐天。二十四，无极谈事天。无色界四天，此界之中不仅没有情欲，而且没有形色，凡人无法看见其人，只有真人才能见到。二十五，号庭消度天。二十六，渊通圆洞天。二十七，汉宠庙成天。二十八，秀乐境上天。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合称为三界，总计二十八天。三界诸天，洁净还坏，修道有德，生于或深入三界诸天，尚未跳出轮回。修道者跳出三界，到三界之外，方能超脱劫运和轮回。三界外有八天，三界之上有四梵天，亦称四明之天，又称四人天。此四天跳出三界，劫运不生，摆脱轮回，超脱无累。二十九，无上长荣天。三十，玉龙腾胜天。三十一，龙变梵度天。三十二，平玉甲一天。四梵天之上为三清天，又称三清境，是三清所居之最高天界。元始天尊居玉清境清为天，灵宝天尊居上清境与于天，道德天尊居太清境大赤天。三十三，太清境大赤天。三十四，上清境与于天。三十五，玉清境清为天。诸天之上最高的一层位，大罗天。上述三十五天总系于大罗天，诸天有限而大罗天无限，却又包罗于诸天之外，没有终极。三十六，大罗天。三清天和大罗天称为圣境四天。三界二十八天，四梵天，圣境四天总计为三十六天。如果按方位分，则东西南北每方各有八天。东方八天，太皇黄层天，太明玉丸天，清明和同天，玄胎平玉天，元明文举天，上明七耀摩夷天，虚无月恒天，太极蒙一天。南方八天，赤明和阳天，玄明宫华天，耀明宗飘天，竹落皇家天，虚明唐耀天，官明端敬天，玄明宫庆天，太幻极遥天。西方八天，元载孔升天，太安黄牙天，显定极讽天，始皇笑芒天，太极翁仲福荣天，无私江游天，上蝶软乐天，无极谈事天。北方八天，号庭消度天，渊通圆洞天，太文汉宠庙成天，太素秀乐境上天，太虚无上长荣天，太是玉龙腾胜天，龙变梵度天，太极平玉甲一天。四方三十二天之上，上有第三十三天，三清天，而三十三天外，则是指三清天外的大罗天。https://www.newton.com.tw/wiki